真的不要小瞧一个青葱加小米辣的威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丹妮，今天我要带您去吃一下自助乌鱼。对，没有听错，自助。不自恋，纠结。它这个烧焦这种是那种小米辣，那种绿色的小米辣，很好吃。你点的是酸汤的锅底，它的蛙，这个蛙蛙真的超级大一个，可以。昨天他们有两大桌，六个七个。它这个蛙就是已经大的。我嘴巴包不下。男朋友的腿和蛙的腿，你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蛙的腿。K.O. 看他乌鱼，一口一个乌鱼吧。我太难了。我觉得乌鱼的鱼肉它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硬，偏硬一点的肉，我就喜欢那种。而且乌鱼的鱼皮，我觉得是所有鱼最好吃的皮，吃起来就很糯的那种，跟其他鱼的鱼皮会有不一样。这种清汤的加小米辣，在我心中它的辣度真的就超乎了红汤加小米辣。这种清汤一下就能把小米辣的那种生辣味给它激发出来。它们有四种锅底：麻辣、酸菜、双椒、药膳。嘴巴都辣红了，你看，因为它的这个蘸碟真的特别辣，真的不要小瞧一个清汤加小米辣的威。是我加了一份乌鱼花，我挑了一碗乌鱼花，整天好喜欢这种吃鱼没得吃的感觉哟，真的被辣到了，我要喝冻的。嘴巴外面一圈，绝了！然后酸菜汤汤泡饭真的绝了，但是我今天不会吃饭，不吃自助了，你还吃饭呢？哦，我只吃鱼，只吃蛙。我觉得只要喜欢吃鱼的人就一定会喜欢吃乌鱼。乌鱼虽然长得是有点丑，但是它是真的好吃。乌鱼的药用价值也很高，你敢把乌鱼用自助，老板还是太年轻了。我真的是大碗饭啊，真香啊。暴风式洗物，那真的太辣了，现在嘴巴都这个样子。买个冰淇淋，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